聚会聚摊疯唱歌，当心引发致命疾病。在尾牙喝很多，去刷之后去 KTV 唱歌，就唱一唱以后，他就在 KTV 就倒下去，就在 KTV 里面帮他 CPR， 哇，送到医院去，结果是主动脉剥离。靠近年节的这一段期间呢，尾牙的这个聚餐啊，在那边唱歌，突然大量喷了一口鲜血出来，送到急诊去呢，就发现他其实是一个食道裂伤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《医师好辣》。